这个留守儿童在这里凄惨的哭，啊，凄惨的哭呢，哎呀，让人心碎。新视频，我们被表扬，说是5000年的文化，什么儒家啊，因此呢，我们有最好的这个顾家的传统。我们又被表扬呢，说最富有冒险精神啊，四处去这个探险啊，似乎现在的这个探险精神没有哪个国家比得上中国人啊，到处。都有中国人的身影，啊，就是不要嫁，到处去冒险。到底哪个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呀？啊，全世界的人没有几个国家的人像中国这样，处于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。哎，一边又表扬着自己，啊，什么？伟大的民族，一边呢就，啊，这样子，啊，不顾家，啊，一边呢，还有说这些人，啊，奉献，他确实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。每个人离乡背井的人，每个人不要家庭的人，他真的是喜欢吗？他真的也要表扬这些个，所谓的这个。离乡背井去谋生路的人，因为他肩负的更多。其实这个不是个所谓的人性伟大不伟大的问题了，这是个社会缺德的问题。